这样走一次走下来之后呢，发现它还蛮多重复的地方的。然后但是它人真的很多多，那有名的话呢，就是咖啡啊，然后还有它的甜点，还有越南菜，这越南菜是比较特别的，而且超有名。然后还有很多人排队的汉堡，那另外还有姜汁汽水，还有一些现榨的果汁等，就还蛮适合大家来玩玩看的。所以还蛮推荐大家，如果